星辰变，一名孩童天生无法修炼内功，为了得到父亲的重视关注，这个孩童毅然选择了修炼苦痛艰难的外功。烈日下，一个孩童咬着牙负重奔跑在山道上，他的目光永远盯着前方，铁锅中有的只是白沙，孩童不断用双手缠入白沙深处，十指连心，疼得他心颤抖，可是他依旧坚持，即使手破了流血了，他丝毫不会停止，他的眼睛深处有着坚定的执着，无论寒冬酷暑，无论晴天雨日，这个孩童都不会停止，他会一直努力，仅仅只为心中简单的追求，父亲的关注重视而已。春去秋来，时光如梭，这个孩童